在中国的成都，一名见势勇为的巴士司机目睹街边小偷的行窃行为，立即停下巴士向小偷大吼，及时阻止了案件的发生。过后呢，还和车上的乘客尝试捉拿歹徒。事故发生在傍晚7点多，巴士上的摄像机拍下了整个过程。事发时，司机离开车站不久后，突然停下车，开了门。巴士司机目睹街边一名男子趁一名女子不留意，从她的手提包偷东西。乘客和师傅都在喊我，然后我就转过去，发现我的手机被小偷给偷了嘛。小偷当时已经离我走了几步远了，然后他又过来把手机还给我。小偷不满行窃失败，还扯出了自己的腰带，抽打巴士玻璃。一些乘客感到愤愤不平，连同司机下车捉拿歹徒。但小偷已逃离现场，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。